国泰航空一班由孟加拉抵港的航班，一个非华裔男乘客机舱内猝死。今朝八点几，国泰航空编号 CX662 由孟加拉首都达卡飞往本港的时候，一个47岁的非华裔男乘客怀疑不舒服晕倒，航班着陆之后，救护员登上航班，经检查之后证实个男乘客已经死亡，死因有待确定。航班服務未有受影響。